的进退他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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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和平新生天桥的。很多人认为和平新生天桥是以前拿来走、拿来过。半夜想走在城市里。
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大家小心一点，想一下自己平常有没有做鬼。Thank you.
过去之后很瘦嘛，对。我在天桥上那个前阵子花体重大量的比在上面，我看到好几个，看起来也许是保护职工、保护家长或者是一家，看到上面有人说，我要吃我的苦到这个大马路口，因为时间我要走到我的下面。他未来天桥是要让就不只要开国小，一教他们全部都要参加，都要去了解。
又接收到民众的压力，接收到交通的压力，又希望再把那个信仰树缩减，然后去服务这些所有车子。市政府的精神分裂，我想是对于我们来，就是对于我们说他是专业者来说是很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最一开始就呼吁，跨部会的跨局处的沟通。然后我真的受不了一件事情，就是都已经施工到第四天了，为什么公车还可以这么的，还可以这么随，就是没有好好的整理好这些路线？都已经第四天面对这样的时候，班次也不是有变动哦，这明明就是日常就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是不是你们施工都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准备好施工的那个顺序，然后就开始施工，让这些公车必须要去走一些不习惯的模式，然后又要花这么多的警力，不管是要雇我们，还是要雇公车，我都不晓得这些警察伙伴到底是指挥交通，还是在管我们，还是在服务一道交通，我就是搞不清楚。都已经第四天了，然后第一天就不拜拜，然后后面烧了三天，我就不知道在干什么。每次都遇得到我，
那我根本就记下去，然后在那边就记下来。那是怎么还要有什么计算？扣上台数吗？王湖畔下一位发言者。Thank you.
就是在五天旅行，所以其实就是坐公车坐九十九月，其实坐坐车到实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后来有一台九十九公车就可以很快的到达，然后它就是会走这条路线，就是从因为是主题，然后就是会从那里就坐坐坐，然后会经过这个天桥，然后往我们深坑实地的方向去，所以。就有时候补习很累，所以就有时候也会担心，就是坐错方向。但是我看到天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安心。然后也看到这个核心新生妇女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大力士，然后所以每次就是看到这些地景，然后我就会在心里很安心的确认说，我现在有走对了方向。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天桥是伴随着我的记忆。就是我很喜欢看窗景，然后我坐公车的时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我今天已经努力了很多，然后我可以安心回家的感觉。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住在这个附近，所以之前也很常就是在这里走动，然后可能就是走上天桥，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桥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你可能经过他，你看过他，然后你走过他，然后你跟这些朋友有在这里跟他一起玩耍，那其实我们的一个人其实就跟这个天桥这个地景产生了一些连结，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台湾人其实都是有看过这个天桥，他你不一定是亲眼看到他，你从很多的 MV 啊，你喜欢的歌曲。其实都有它这样的画面，那它拆掉了之后，我们还能够亲眼的看到它吗？还可以就是实际的走上去吗？然后我今天其实就是想要买饮料，然后我要去家乐福，然后我就从那个对面，就是要去家乐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红绿灯要等好久，然后我就超级想要冲上天桥，然后直接冲到对面去，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天桥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行人行走的一个另外一个选择。那当它拆掉之后，那我们就我们可能赶时间，我们可能就像前面有朋友说有被害过桥的，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小心翼翼，然后怎么样的注重安全，但是不小心就是别人不注意，然后是有什么意外发生，那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天桥其实也是。中了行人一个行走的安全的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虽然有的人会说，可能就是走起来特别累啊，然后那这个天桥就是有什么意义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在于说，它可能比较快，然后可以快速的穿越等等，就是它的意义是很复合性的。比如说，我们不想要踩那个红绿灯，我们想要赶快走，那它就是有一个意义。我们很害怕。穿越行人的那个斑马线，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那也是一个意义。然后包含说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我看着他，然后我跟朋友在这边互动的回忆，其实那也是一个意义啊。那这么多的意义，那我就不懂为什么讲述不要这么快，然后这么粗糙的，就突然就说要把它拆掉，然后也不听听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今天一整天，包含说我们知道这个二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都在这里，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天桥对他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保存啊？就是大家都一直不断的说，就不知道小师傅不是就是也是会说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然后很就是倾听人的师傅嘛。那为什么大家不断的说他的作为不是来倾听大家这个天桥的意义是什么？他在台北市，他在这里，那带给大家的是什么？而是他就赶快的。就是派人车子来拆了，看我们后面就是这么多的警察，然后就是工程就在进行的，那旁边就是妇幼诊所，然后在这么深夜的时候，在11点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的时间点，现在就在这样拆，那他有考虑到这些市民吗？他不知道让一个的哭声就是响遍整个台北市府吗？那现在所以他的哭声是要让就是这个工程，然后这样拆，然后小孩子跟。就是刚刚生育的妇女在这边哭泣吗？然后让我们这些爱天桥的市民，然后不管是从新北市或是刚刚有台南的朋友，就是各式各样的因缘在这天桥造成
心的人都在这里哭泣吗？我就觉得表示古来你那句话是这个意思，你埋这个梗都埋了很久了。我就真的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么快的速度，然后现在就在这边拆天桥，然后就是用这个，难道用这个切割的火光，然后来闪耀我们台北市吗？这就是明亮进步的新的城市吗？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个地景站拆除之后，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跟这个城市的连结，我们跟这个交通的关系等等的，它就是会抹灭，它就是会失去。你看着这个，我真的也还蛮想问问，就是蒋万安，你跟这个天桥的关系是什么？你看到它现在被切割成这样，然后外面包着绿皮，然后现在在切割你的心扉，看完就觉得真的希望可以想想看，虽然它现在已经被切割成这样，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的回忆跟记忆跟我们的另一个选择跟我们行人的安全都被切下了一刀。谢谢。Yeah.
在这盖盖的时候，一个时间蛮浪费，花时间。但其实现在蛮流行说这个建材回收再利用，然后我们的这个建筑部门，所谓建筑部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就是我们的营造单位，还有建筑设计单位，其实在施工转换不是很合适的情况底下是非常好的。但以业角度来看，就是回收再利用是，就是建材回收再利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钢构的边桥其实又没有死盖，所以其实回收再利用是非常有机会的。另一个部分呢是，也因为它的构造，因为它的这个，因为它的构造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坚固的，所以其实只要补强一下就可以维持是更好的。那它的底层呢是铁皮，就是主要是以铁皮为主的。那在这样子的架构底下，其实架设这样的地方是很是非常可以，就是可以做得到的。那甚至是还可以叠一些，就是叠一些其他功能的屋顶，比如说隔热材啊，或者是说可能储藏部分的这个备用料等等，然后还有这个也许可以放一些这个维修维护的这个工具箱，在就是藏在这些空间当中，来维持这个天桥的机能运用。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太阳能如果充足的话，也许它可以自力发电啊，可以提供周边这个 U-bike 充电站的串，这电源的串流，甚至是这个路灯也有可能是透过这个太阳能进行发电。就我们很少的确的去整合这些我们既有的空间资源，比如说这个时装，就是既然这个大家没有那个资源，就不太要了。那另一个部分，台北市就是很常下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使用率的问题。10月29号的晚上。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新闻特别报道说和平新生天桥已经要拆了，到呼吁这个有记忆的伙伴，大家赶快来这个天桥缅怀他，为他留下纪念。这件事情在10月29号是还没有上新闻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想说要赶着这个白昼之夜，就是10月6号的白昼之夜，赶快在天桥上面留下一些记录，让这件事情能够被关注到，让大家可以发现说和平新生天桥的拆。在这样的情境底下，然后昨天又有台风，就这个时候雨在下。我们在上面，我们就是开始在为这个天桥进行加工的过程中，就有一大堆人经过天桥，然后问我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顺势告诉他们说，因为天桥要拆了，我们想要让市民看见说，我们其实是希望留下这个天桥。所以在还没有人发现天桥要拆之前，还没有上新闻，还没有这种追风缅怀的人气。甚至进来之前就已经有那么多人，我们只是去绑个布条，马上就发现我们的存在。那就表示这些天桥在下雨的时候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功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刚刚都已经讲到了，不断的被说它的使用率很低，没有人想要，没有人想用，然后投入成本很高，开的很久。但是事情是越变越，我们开这座天桥的预算是多少呢？它其实不是，我们还是要帮这个社会部门澄清一下，这一个标案承包的并不是7000万的，就是只拆这座天桥，它还有包含道路维护啦，或者是其他天桥的拆除，不是只有这座天桥。那这个标案是7000万，那这个工程费，照所知而来的资料是1400万到2000万之间，但是我们维护这座天桥10年要多少钱呢？维护这座天桥10年只要700万，也就是1年70万左右。
那在这样子相比之下，你会觉得，哎、欸，猜这座桥的几率其实很低，我们反而是为它补强，或者说加装一些东西，它所带来的效益更高。然后在这个宣布开始天桥的通知出现之后，它所延伸出来想要证明它价值的这些文化艺术人，就不断的进场，举办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资源发生出来的这个自己的自发性的活动，那也就代表说，如果这个开垦经费是政府提供公共艺术的经费资助的话，代表是这个天桥它有非常大量的可能性。那这样子两者相比起来，这座天桥的 CP 值会出现的。那我们也很讶异说，为什么今天这么急着要拆？是不是在阻挡说，原来我这个市政府自己没有上心，没有发现？所以我们目前是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也代表，其实我们维修维护的成本没有那么的高。那我们也有回去追，就是查看。Thank you.
在这个
的东西很好看的。然后还有啊，很多人都是很多花的机会，就是很多人在车里面看，然后就好几个机会的话，他们慢慢找到，然后在那个车里面看，然后也就是在那边看，然后就看到。要干嘛？别人。
过去哦，我去过，我知道你想你想让我去过呀。
的时候就要开板。Yeah.
到现在我都还很。Thank you.
I've used this so much. Like, really? You've actually used it? I've actually used this like more than 20 times in my life. I've used it once and I was like, fuck that, I'm not walking upstairs.